大家好，我是 Case。 Hello， 我是麻布，回来玩这个新游戏。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新游戏，是钓鱼发烧友。基本上呢，其实游戏呢出了很久的了，那现在来它应该是这个八周年的纪念活动了。八周年纪念活动里面呢，它好像是有很多不同新的东西会可以送给大家啦，跟着之后好像会有一条新的活动的樱花鱼呢是可以钓的了。那条樱花鱼很得意，鱼身是真的有樱花纹的。如果大家未玩过的话，我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游戏是怎样玩给大家看看。讲到明钓鱼发烧友，我想个游戏玩法应该玩钓鱼了。是啊，咁啊，俾大家望下先。基本上呢，其实呢，你玩游戏的时候呢，你其实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啦，出海 go fishing 啊，系啦 go fishing。哇，点解你而家变咗去咗一个咁样嘅岛？哦，因为你可以拣唔同嘅水域同地方。咁啊，当你去升到去唔同 level 嘅时候啦，越高 level 咧，你就可以去啲唔同嘅水域啦。嗱，呢度系地中海啦，嘅长江流域啦，澳洲啊，尼罗河啊，冰岛啊。哇，尼罗河好正。百慕达啊，唔同嘅地方里面咧，你钓到嘅鱼系唔同啊。嗱，俾大家望下先，因为咧，其实如果你钓啊，要翻。阿 Case， 你而家钓到啲乜嘢鱼啊？嗱，要俾大家。望下先，我水族箱，嗱，查看嘴熟水族箱。哇！你钓完啲鱼咧，佢有机会系可以咧摆翻入嚟咧，你自己个水族箱度咧。但系，哇！你下边呢条海，好似平日喺海鲜铺见到嗰啲喎。全部都系，整一个鱼缸，全部都系酒家嗰啲。好啦，咁啊，不如咧，我哋试下去个地方咧，同大家去钓一钓啲大鱼嚟同大家睇下。真实钓鱼你有冇钓过 case？ 我以前系好中意钓鱼噶。在我很小的時候，但是那些仲要拎住條腰帶，一嘢搣斷佢嗰啲。係啊，如果大家有睇我哋直播咧，我哋都有講過，唔知點解越大咧，而家咧開始咧掂到條魚，我都有啲驚。但係以前唔係個，以前釣魚咧好夠膽咧，即係而家大家可能釣唔係沙蟲嗰啲咪叫幽人。Sorry， 沙蟲。OK， 咁跟住之後咧，你咪要攞把戒刀咧，即係有刀片嗰啲切開，跟住之後勾落魚嚟。以前咧我係夠膽咧，就咁咧用個口掹嘅，唔係就咁掹開即係。戒都懶得拿戒咧，掹開跟住就咁勾落。哦，而家諗翻後生，而家諗翻點解會夠膽做呢啲嘢嘅咧？而家好啊，我哋不如即刻嚟試下釣啊呢個黃金海岸，你見唔見到啊？有翠頭、雙頭、雙計沙噶。其實咧，佢一路你去唔同嘅地方釣魚咧，你見到咧後邊嗰個背景咧係唔同噶啦。呢度黃金海岸啦，你坐船出去啦。咁如果話我當第二個先啦，我哋去揀個分別大啲好喎。佢入到嚟之後咧，嗱你睇下，啡色喎，連係真係條河道，佢真係跟翻個位。個背景係真係唔同噶。好啦，咁其實咧，你入邊咧，其實你可以帶到啲唔同嘅魚缸啊、魚線啊、魚脷咁樣嘅。理論上，如果玩一隻釣魚 game 啦，呢一啲裝備一定係幫你加 buff。係啊，加 buff 嘅。一係就係靚啲，又靚又加 buff。當然啦，咁你。個樣係會越高級咁啊，梗係越靚啦。但係咧，唔同嘅釣竿可能你喺唔同嘅地區度用咧，佢會加一啲唔同嘅 buff。好似我而家用緊呢支咧，就可能喺地中海度其實會加多啲。大魚獎，但係佢有啲大魚獎勵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嘢。咁啊，大家係揀翻一啲自己適合嘅裝備，或者想釣邊個區域啊？因為咧，佢有計咧，你陣間咧要對條魚咧打到幾多，即係要整到條魚攰，你先至可以釣到佢上嚟。冇錯啦。嗱呢下揈竿藍色線，哎呀 perfect 啊，大魚加成啊又，咁跟住之後咧，你釣嘅時候咧就係同條魚搏鬥啦，跟住咧你就要睇下嗱收線，收線，而家收線，跟住咧你見到收線咧就會 keep 住咧扣佢啲體力啊咁樣嗰啲嘢噶啦。即係其實係咪要令到嗰條紅色巴去到最尾，但係又唔好去到最尾嗰個啦？我掛住講嘢，係啦，就係要去到，因為咧嗱，你頭先大家見到上面咧條紅色，我發覺咧我喺度釣緊嘅時候咧，我好難啊，好難 control。你見到咧後邊咧上面咧頭先有條紅色巴噶嘛，條紅色巴咧越去到越掂到右手邊啦，咁你會扣到條魚嘅耐力咧係越扣得多嘅。但係咧佢紅色嗰個位端端個位咧掂到之後咧，佢下面有個 P 嘅數值咧，佢會加嘅，加到最多之後咧，你可以再挫一挫啲魚缸，就會大幅度減佢，係啦。即係大忌啦。但係咧，如果咧佢掂到紅色嗰個位咧。多即去到盡的話咧，你放不切手的話咧，就會斷線啦，就係頭先咁樣樣啦。咁我哋嚟多次先。未到，有。嗱下邊亦都有個位咧，見到條魚啊，越嚟越近。有啊，跳魚跳咗嘅話，佢跳起嘅話咧，你就要跟翻究竟佢係話上下左右喺邊邊，跟住拉一拉嗰邊咧，就可以大幅度減到佢嘅耐力。戳嗰個魚竿啊，呢個冇錯。哇！呢條好得意喎。收。銀沙，哎呀，好似笑緊咁啊個嘴。冇錯，嗱咁樣咧就釣到一條啦。哇，呢條靚喎。呢條都大魚。放翻入去呢個水族箱。水族箱。可唔可以揀放生？嗱，
咁你釣咗條魚之後咧，你可以咧去製作翻即係呢條魚嘅一啲魚鈎、魚脷啦。跟住之後咧就可以咧即係容易啲再釣翻呢條魚。可能你有機會咧，你要拆佢嗰個長度，因為你見到咧右上角嗰度其實有寫呢個長度。我見到啊，下面記錄最強嘅世界紀錄咧，釣到呢條魚係389.99cm。嗱，我釣到呢條咧，即係而家呢有兩條都唔夠，兩條魚真係。先至係佢呢個紀錄。呢條 B B 嚟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都可以出售，跟住之後你可能有啲錢，你可以再買其他嘅釣具啊咁樣嗰啲。或者如果你覺得呢條魚幾靚嘅話，你可以放佢入水族啫。嗱，你見到上面咧最頂紅色噶，咁啊小心啲撳，係啦係啦，掂到又掂唔到咁樣，要向右向右拉，唔緊要。哎，可以向上啦。向上一嘢錯。撳實啦，跟住之後撳實可以啦，因為條魚已經冇曬力啦。因為其實我而家揀咗一個高 level 啲嘅釣竿咧，喺啲低 level 啲嘅水域度釣咧，所以其實你見到咧，我扣佢扣得快。係河豚啊！哇，四星添喎！河豚啊！哇，呢條好大喎！好靚啊！好靚啊！呢條大喎，呢條跳上水嗰刻見到佢好大喎，300多啊！哎，攰啦佢攰啦，佢攰啦，佢攰，我哋又儲夠呢個能量啦。我估有300啊呢條。哇，佢個樣好正。哇！冇喎，都係100多啊。大型鼠魚120多喎，五星魚喎 ，SS 喎呢條，好大條喎呢條，哇，奇魚喎，呢條唔錯喎，呢條我自己覺得好特別咯，釣大白鯊添啊，波沙，嚟料啊，好唔好？好重，嗱你唔好釣唔到啊，哇，到啦，哇！咁當然啦，因為我去翻第一張地圖釣咧，你見到係易釣好多，應該要掙扎多啲。但我見到大白鯊，好順利喎！皮魚嘅大白鯊，好似好順暢咁啊，成事。咁啊，除咗咧，大家自己可以去收集唔同嘅魚啊，同埋去釣魚啊，或者換唔同嘅自己陶冶性情之外。其實咧，佢入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！你見到咧，其實咧，可能喺限時裡面咧，可能唔同嘅地區啊，呢、這個咧就差唔多嚟到啦。咁可能話要頭先其實一路釣，其實你都見到啦。我哋釣完某，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話啊，想你釣到某幾種魚，咁你可能要交某幾種魚啦。又或者咧，佢有陣時會有啲釣魚大賽啊，即係呢啲紅魚釣魚大賽，即係可能原來係專釣一種魚嘅大賽。咁啊喺幾點至幾點啊？大家有機會嘅話可以參加一下啲唔同嘅釣魚大賽，同其他人一齊去 battle 一下。啊，除此之外咧，其實咧佢嚟緊咧仲有呢個八週年活動咧，就應該會大家會釣到呢個櫻花魚啦。咁啊有呢個櫻花魚嘅套裝啦，即係魚缸啊、魚絲啊咁樣嗰啲啦。咁另外咧，佢仲有一個係呢、這個佢好似每日咧做啲日任嘅話咧，會攞到啲抽獎券嘅。如果你用嗰啲抽獎券嚟參加啲抽獎活動，我有機會攞埋嗰啲泰坦裝備。係啦，泰坦裝備咁啊，幾強嘅。邊座啊？呢個區域難釣啲㗎，呢個區域。所以跟剛才呢那些易釣區域是不同的，要專心一點。當然簽到都會有不同的東西可以拎到，那簽到得越多日數，那獎勵一定是越豐富，而且最後呢還有機會可以拿到這個海神裝備的。沒錯，今次我真的表現技術了，今次是點到逼了一點，跟住現在藍色，現在綠色，現在可以 keep 住收線，點到未得，得了，現在可以出招打機，再逼完之後，跟住就可以 keep 住收。跟住原來呢條魚係鈎子仔嚟嘅。哇，好難釣喎呢條，你睇下佢仲有好多氣㗎呢條魚。仲抽緊喎。嗱，而家呢個先係真還原咗真釣魚嗰種掙扎喺入邊。而家同佢喺度釣緊，鬥緊力啦。筋疲力盡啦，收線。OK， 哇，啱啱好收三個一次。不懈的肉血戰。哇！真的難釣很多，即後期這些呢，你跟那個同你講魚缸的 level 咧啱翻之後咧，就真的難釣很多。今天我哋示範嚟到呢度先，下次翻嚟我哋再見。記住俾翻個 like 啦，訂我哋啦，同埋撳翻通知啦，拜拜。拜拜。釣到大白鯊真的很開心。一路儲鯊魚啊，揾一個鯊魚館。鯊魚館成個都。